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性价比最高，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？字不如表，表不如图，图不如视频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身边的 IT 讲师。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儿。我的目标是够全、够新、够精。听高老师细说 PHP。大家好，我是熊联的讲师高洛峰。大家好，我是妹子。妹子，上节课呢，咱们讲了数组的两种数组，在 PHP 中，一个是关联数组，一个是索引数组，对吧？使用的时候，一是分场合，另外呢，就是看个人的一个什么一个爱好去使用关联数组和索引数组。那么这节课呢，咱们看一下这个数组的一些什么特性声明的时候，首先他说了，使用数组的时候，咱们得用一个运算符，是不是这个中括号啊？来，在一个变量上来开辟多个下标，对不对？来存多个元素，对吧？再说数组是一个键值对，这上节课能说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不管是给数组赋值还是取值，都得通过下标吧？咱们说了，最主要是通过下标来操作值，对吧？那上节课这是当声明数组，然后这是打印数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还可以怎么的？单独使用数组，看，比如说哇，这样的话我就能把这个值干嘛呀？来，我运行一下，是不是可以按单独的变量这么去操作呀？如果不批量操作的话 ，test 点 php 是不是一就出来了？啊、那么数组其实还有另外一种使用的方式，怎么的？咱说了，使用这个来怎么的操作下标，是这样的吧？也可以使用这个进行什么互换操作？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我访问这个 AR 里边的 one 这个元素，对吧？或者一这个元素，我除了用中括号之外，我还可以用什么？对，花括号，对吧？我们来试一下，看可不可以呢？是不是也输出一样？那我能不能在声明的时候把这个用上花括号呢？咱说可以互换，那使用的事情，声明的时候肯定怎么的？肯定也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所以说，在写数组的时候，指定下标、声明也好，获取也好，对不对？总之要操作下标，咱们可以用两种符号，一种是中括号，一种是花括号，也就是能说的大括号，对吧？来完成，小括号肯定是不行的。小括号的话就是变量函数了，对不对？小括号不行，就得这俩括号。但是呢，实际咱们在应用数组的时候呢，尽量别用花括号。有用的，听着吧，有用花括号的，但是呢，用的人非常少，我不建议用，听着吧，因为各个语言里边用数组，别的语言是不支持这种花括号的，只支持这种中括号，听着吧，所以呢，建议使用什么？使用它来什么？指定一些下标，来指定下标，这么理解吧？另外咱们还要注意一个细节，什么呢？变量在函数中使，变量在什么？在字符串中使用的时候，变量在字符串中使用的时候，记住了，你看啊，比如说我这块输出的是一个字符串，假如说我这是一行一吧，是不是一个字符串？我现在想在这个字符串里边嵌套变量的时候$AR， 对吧？如果我这么嵌套变量，是不是跟原来的字符串没有特殊符号，没有分割呀？咱说用什么？用花括号，是不是就可以断开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数组这个什么呢？数组的这个中括号它不算特殊符号，听懂吗？也可以直接怎么的？比如说 one， 但是 one 你看不出来是一了，对不对？我来贴上 three 吧，看到了吗？那好多人都认为这个中括号是属于特殊符号，我也这么认为是特殊符号，对不对？但是它放在数组里边是数组变量名的一部分，听懂吗？所以语言在解析的时候遇到中括号不算特殊字符，不会把变量断开，认为是 AR 是变量，听懂吗？他会认为 AR 中括号，
然后一直到中括号结束，听懂吗？如果是二位数的还有中括号的话，那么我们其他中括号也是有效的。咱看一下这个三会不会嵌入到这个数组中，嵌不嵌入到？嵌入到了。所以这也是面试题或者是平时应用的时候有这么用的。记住了，数组中的花括号在字符串里边解析变量的时候不算是特殊符号，数组中中括号啊，对吧？那如果这块使用花括号呢？我们再来看一下结果，是不是把这个答案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说建议使用字母号，不建议使用什么花括号，这是一个特点，听懂吗？另外，好多人声明数组和使用数组会这么做：ARFOUR，for 等于四，然后输出的时候到了 AR 字母号 FOUR。妹子，你说这样对不？对，咱说了下标是不是必须字符串啊？如果不加单引号或者双引号的数组，当然这个双引号、单引号都行，是字符串就行，对不对？不加单引号和双引号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对，是常量。那常量在不声明的情况下，常量名会怎么的？转成对，会转成字符串，所以是好使的。但是这里边有可能会提示一下注意提示，那会有一个提示，对不对？但是是不好使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注意是无关紧要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效率会很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常量在不存在，它检查的常量在不存在的情况下，再转成字符串，这个效率会比直接使用字符串会慢八倍，听懂吗？会慢八倍，这个细节大家也需要注意的，对吧？所以说，以后在使用关联数组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什么问题啊？下标是字母串，哎，就得给字母串，对吧？这点是很重要的啊。这又是一个细节，我这边给你标注出来，正好就是按这个条件写四，然后下边再写一个五，什么呢？在使用下标时，如果是关联数组，怎么的？一定要使用，对，使用引号、单引号、双引号都行，对不对？不要，不是出错，但是呢，会效率会低。不要使用什么常量名称，这一点很重要的，听懂吗？也会提示一个注意。当然，你把注意屏蔽掉，这个也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另外还有一点，那是不是我们说了关联数组？就必须得是关联的，关联数组是不是得声明在一起？索引数组是不是得声明在一起？两个数组能不能合在一起？我只要在这打印一下数组，看一下，打印到了本啊，我上边是不是声明的什么数组啊？索引数组，下边声明的对，关联数组。那现在我在一打印的时候，如果能在一起的话，是不是就可以了？当然是可以的，既然 PHP 支持关联和索引，对吧？就可以。那只不过下标指定的类型不同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答案出来是不是都可以在一起，对吧？那这一个数组里边是不是有六个元素啊？对吧？下标是不同的就可以。所以呢，关联数组下标和索引数组下标是可以在同时存在的。那这种情况，有的说 PHP 开发中多不多呢？也不少，但也不是太多。有这样的情况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我也不建议你这么去用。但是好多咱们后期，比如说通过咱们一些系统函数返回的数组，一般都给我们返回这两种形式。这样的话，你喜欢用操作索引数组，你就可以用索引的下标；你喜欢操作关联数组，你就可以用关联下标，是这样定义的。好，那我们看完了这些细节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个细节，什么细节呢？就是，咱说下标是不是就是整型和字符串啊？对不对？那咱数据库里边是有八种类型的，而且咱 PHP 是弱类型的，是这样的吧？那弱类型的，那意味着是不是其他类型作为下标也没问题啊？是不是？是没问题。但是呢，咱只支持这两种，对吧？它会自动转换，你看一下，会强制转换。比如说，先说一下数组本身，数组做下标有用吗？肯定没意义吧？对象做下标有意义吗？也没意义，对不对？资源做下标也没意义，那也就剩下什么？浮点数，
然后那个布尔，布尔，然后还有空，对吧？这些是不是做下标啊？那我们看一下 PHP 的一些特点，什么呢？比如说，咱拿这个来说，如果界名是八的话，你看啊，合法的整数值的字符串会转为整形，看到了吗？比如说八座下标是字符串的八座下标，比如说我这样写，你看字符串的二下标，看到了吗？我们看一下打印的结果什么呢？是不是下标还是二啊？对不对？所以它会转成整形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零二开头呢？看到了，对，你看这块怎么描述的啊？但零八不会强制转换，因为其不是一个合法的十进制值，是八进制数，听懂吗？下标必须得用十进制数，不能用八进制和16进制数。虽然整数包含八进制、16进制数，这也是一个细节，面试题的时候会提到。OK，大家要注意这个啊。所以八会转，而零八不会，因为它是以零开头了，零开头是以八进制开头的，听懂吗？还有，浮点数也是强制转换，对不对？但是小数部分会舍去，比如说咱们这块来一个，你看啊，2.7，对吧？那我们来看一下下边是多少呢？是不二？对，它不会四舍五入，会舍去。PHP 好多类型强制转换的时候都是割舍的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块布尔型，如果做下标的话，怎么着？真值就会变成一，假值会变成零。那比如说我们这块再写一个布尔型的$ARR 这块 TRUE 真值等于，比如说五，对吧？$ARR 假值等于六。那现在有个问题，处会变成一，上面有没有一出现？那同样是给一。后边有一，是不是相对值覆盖啊？对不对？那我们来看一下，结果是什么样的？是不是六和五？对不对？所以说明什么？假值是转成零了，初值是转成真了，把上面这两个值给覆盖掉了，是这样的情况吧？这是这个空，怎么了？被转换成空字符串，对不对？界名空会实际转存储为就是这个空，对吧？我们再来试一下，都分别试一下啊。$AR 里边来一个NULL，是不是这个类型啊？等于七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结果呢？来，是不是空？什么都没有，是不是空字符串？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细节，对不对？数字和对象是不能用界名的。如果你坚持非得用数字和对象做那什么做键值的话，对吧？会有一个警告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好，这就是我们。这节课跟大家讲的一些实际的操作要注意，索引下标，索引可以用中括号和大括号，对不对？建议用什么？中括中括号，因为有一些场合花括号不太好用，对不对？咱就举例子了。还有，下标加是，引号，对，索引数和关联数都可以在一起用的，可以。对吧？还有，咱们要注意什么？常用名称别用它作为基础下标，可以做，但是呢，会有效率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会常用名转换。再有就是什么，各种类型其实都可以做下标，但是会强制转换成咱们用到的索引数和关联数，是这样的吧？好，谢谢大家，这节课咱们就介绍到这里。那关于数组的话题，咱们下节课还会继续讨论，好吧？好，再见。